我希望事事完美，更要求一个完美的家。家和人生一样，需要用心去经营。也许会面对各种选择，还会经历些大大小小的挫折，但我依然觉得点点滴滴的生活都那么美好。只要用心去做，其实完美就在我们心里。完美有多美，家春秋国际美居中心。We'll hang out.